万宝龙2017 Black and White Weeks 年度新品鉴赏会，现场展出包括腕表、书写工具、皮件、珠宝等全新系列商品，以书写开启世界、传递珍贵之礼为核心概念做设计。当天发表万宝龙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限量商品，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教育计划合作，帮助更多孩童接受优质教育。记者会邀请到品牌大使桂纶镁担任出席嘉宾，以一袭艳红色礼服与优雅气质令现场宾客为之惊艳。他以万宝龙大师杰作 UNICEF 系列钢笔写下书写是心灵的出口，送给现场来宾。我今天出席的是万宝龙跟 UNICEF 合作的一个，先说它是黑白周，然后可以让大家来看看万宝龙的展览。然后但是这一次特别的是万宝龙跟 UNICEF 合作，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，还蛮兴奋的看到他们跟 UNICEF 特别制作了一个笔，用各个不同的语言去打造了一支钢笔，我还蛮兴奋，想说待会还可以再看一下。万宝龙在2004年开始就已经开始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，所以会把一部分的收入捐赠给孩子们，让孩子们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，有识字的机会。同时也展出今年在日内瓦高级钟表展 SIHH 备受注目的 Time Walker 系列腕表，以杰出的工艺设计揭示赛车的荣耀精神。